老豆，你搞乜鬼啊？修理电视咯。点解你唔揾电器师傅嚟做啫？唉，使乜啦？易过借火。你上次整一世佢都未掂噃。唉，呢次包你掂。唉，是但啦。为咗防止火警发生，修理电器或者电线一定要由合格电器技师负责，以免因小失大。